就每次把他拉到台上去跳，然后把他衣服脱光，他就不敢再去夜店了。哇，圆圆用这种，你把那个衣服脱光，你把那个衣服脱光，他就。但是其实在这整个的过程当中哦，大家在听哦，我其实会觉得红茶有一点还不赖耶，就是吵架吵不走。这你觉得是缺点，我觉得是大优点。没有他，没有他每次都会跑。他上次是跑到公园去，他还有一次。可是他一定会回来啊。没有他有一次，我就去上班，然后他就把我的摩托车骑走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家。然后结果他就去跟他朋友在那边喝饮料玩牌，我就很生气。没有，你是你跟我讲说哦，你要走你走啊，然后我当然听讲啊，对，要不然我要去哪里？那我不走，我要去哪？那我问你，那如果以后我跳了，那我就跳下去，那你再跟我讲说不可能让你跳下去啊，不可能啊。啊，可是上次你就自己去跳车了啊？哪有？哇，跳车的在这里，多内幕，跳车。没有，可是真的整个听下来，我觉得圆圆他好听你的话。对，你叫他走，他走又不敢走远，他在公园哭哎，一个大男人在公园哭，要被多少人这样看？然后他还要托人说啊，那可以回去了吗？什么什么？后来你说你走，你走，哎，他是玩牌哦。你要知道，有的男人吵架以后，他是玩女人哦。哦，对哦，他还会去找前女友哦，这都有可能啊。那他都他前女友都没有再理他了，所以没错。什么？什么？我们来问大学生，你跟另一半吵架，你希望那个 ending 是什么？我们给你们几个选项好了。第一个，一定要吵出个结果；第二个，不理不睬，等他气消；第三个，选择逃避离开现场。小白选一，一定要讲清楚，因为我就是跟男朋友吵架，我一定要吵个就是有结果 ending。然后，而且如果他就是不让我的话 ，ending 不是我赢的话，我就生气。那就更，所以就是一定要你赢就对了啦，对，我要赢啊。你就先赢就好。黑皮选二，对啊，像我跟我女朋友吵架的话，如果因为两个人都是还是气头上啊，所以我就选择不会理他，然后等大家的那个气都消了之后，然后才会开始。所以黑皮至少你是会待在现场的，对，我会在现场，可是我就不会理他。哦，对，我不会理他，等大家气消了之后。好，然后才会开始。那我们请这个贵妇奶奶帮我们稍微这三个选项做一点解释。大学生了。大学生了没？那我们请这个贵妇奶奶帮我们稍微这三个选项做一点解释。这个跟人际行为有关，因为像有三种的特质的人，一个是会比较很希望对方接受我的论调，然后会比较强势有攻击性的一点。那有的另外一种人是相反的，是比较退缩的。其实他在一开始是不太会生气，也不太会表达自己的意见。那我们也不知道他的尺度在哪里，就一直会讨好对方。那另外一种是，我觉得比较好的方式是会就是不要被情绪影响，然后还可以直接的把自己想要表达的讲出来，可是大部分很少人可以讲到这一点，所以有的人就是不是开玩笑啦，就是不理不睬，这样都是会激怒对方的一些行为出来。那这些方式都是很多吵架的模式，其实很多都是观察爸爸妈妈怎么去互动，然后我们学到了一点。所以其实如果你要看你男朋友他是什么样的个性，其实看他怎么跟他爸妈讲电话啊，会吵架怎么解决，其实都可以观察得出来。好，不同的结果，我们来看看在这一对大家要投给谁，请举牌。哎呦，全部都是 boys 吗？哎呦，真的没有。只有娃娃你一个人投给女生。我听你。我们现在要请这个毛毛也来举一下。毛毛，毛毛，你要投给谁？不好意思，毛毛，你投谁？刚有在听吗？好，还可以拍。为什么？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投男生？因为我觉得他看起来就是一个好人啊。对啊。就是一个。看起来以前也是流氓哎。对，穿皮草，也就是这样。爆料爆料，男生真的很当流氓。对。而且还台客呢。可是圆圆，你现在比较像流氓。我是啊。浪子回头金不换。好，我们看贵妇奶奶，你也投给你投给谁？我想这题想持平哎，这里我没有什么意见啊，宣布他们结为夫妻了。没有，但是我真的想跟圆圆讲，你要懂得珍惜哎，这个男人真不错哎，我觉得，因为他真的不错。然后那偶尔我觉得女生会有时候会找麻烦。吵架有时候女生会很变态的认为这是生活情趣，请男生们原谅，因为我们真的有时候就会觉得说，我来试试看你是不是还是那么疼我或那么在乎。那我有最近有试一个，就是帮他两只脚涂不同的指甲油。
然后呢？然后就还蛮酷的，你们可以看，就很像越南人的。现在还有吗？来，红茶哥哥借看一下。红茶哥。然后他真的老远远。哎，他真的对啊，百依百顺。对啊。哎呦我的天哪、啊！他这种颜色，哦，好惨哦！天哪！天哪！天哪！好，我们当然投给红茶哥，请圆圆来受洗。流鼻血。二十一世纪什么？你知道二十一世纪要换他了。我也是要画红茶，红茶画，不然说画我啦，画我，好，画你啊。咒印的部分没有用，太慢，画完了你才出来讲。不用画，画红茶，你在等哦。你给他画到很难写的地方。他还是爱他了，还是爱心，爱爱。虽然红茶哥有着阳刚的外表，但是却有一颗纤细的心，这样的好男人不多了，女员你可要好好珍惜哦。而今天的侦查庭也要进入尾声喽。我们今天请三对男女朋友都先出场。好，大家各牵住自己的另外一半。第一对某某那边，就是说男生心里面有一点点小小的鬼啦，但是给他一点空间啦，他还是很爱你，才会来啊，上节目啊，来就是公开了嘛。那中间这对你要自己好好珍惜啊，真的，对不对？难得碰到一个这个真的看起来还不错，不管他以前是什么样子，过去都算了，对不对？那毛毛真的回去不能生气哦，好不好？哦，那个不安全感我们都了解。你们交到很正的马子的时候，其实都会紧张嘛，一定会啊。更何况这里对不对？水深火热，这么多豺狼虎豹，真的真的，人家难免会担心嘛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贵妇奶奶希望大家就是互相多疼对方一点，把对方当自己一样照顾。啊，如果这个情人之间真的有不能说的秘密，就去买贵妇奶奶的书，然后你很想讲的那一页哈，啊，你不敢讲，就把它折起来，然后放在面前，假装睡着。哦，这样很好，也是可以的，好不好？那希望这个百年好合啦。是是是，谢谢谢谢我们三对，谢谢贵妇奶奶，谢谢。连他这样都输，那我们是输死了。我觉得应该被罚站一整场。怎么这个都讲了？放屁！快放屁！完了，我整个火都来了。我不敢去了呀，我不敢去了，我希望我会输。大家都误会我了。对，啊，毛毛，毛毛他输定了，大人会赢。对，我最喜欢男生里面谁？我最喜欢女生哦，混账女。我小波，小波，小波，你看他自己也很爱自导自演，还说我，因为他跳一跳太嚣张，被打怎么办？我也就害怕，啊，对不对？我这样做错吗？菜鸟不好当，资深前辈也有惨痛经历。他一回头就把我耳朵上耳环拔掉，然后地带就出去。几乎都是新人，然后唱完一个小时，一个掌声都没有。你不要模仿好不好？我想吐哎，你总不能尴尬在那里。我说你想吐了，你怀孕多久？前辈人生教战，明晚11点大。